云，就是一个椭圆形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哇，牛奶糖而已。现在整个都是云。你看，差一会儿的时间，这个云就看到那边的那个变化了。这种，今天阳光最好。那你要吗？我也怕胖，这个。啊，不过这是牛奶。身在云中。这个是算云海吗？还是算山岚？这算山岚。请问山岚跟云海怎么分？我们就要等那个从上往下，比较慢的。什么？云海是你在云之上往下看。那我现在爬到其他，爬高一点，它就变云海，对不对？很有可能。它在我对面就叫山岚。因为云海有很多种云，那。一般看到云海是从下面往上看是积云或雨层云，啊，这种应该算是层云，就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所以你如果到它之上往下看，应该看不到它，应该看到它上面的云层。云层，这个比较低。先旭来，你们辛苦了。所有云的上面往下看，会看到云海。一个就好了。但是这种云一个没办法减轻重量。